我们是从东北来北京，然后赶上腊八节，特意来吃这个粥的，好幸福，好温暖。我是从大兴那边过来的，是早上6:30出的门，就感觉粥就是它熬得蛮挺厚实的，然后很甜，然后也今天这个挺冷的，在外面排了挺久，然后感觉喝到一碗热气腾腾的粥，就是心里非常的暖。我每年都会过来，主要是想表达一下对新年的祝福，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仪式感的东西，让我们未来一年更加幸福和顺，然后事业更加美好。